把我什么事啊？我们在找他的东西的时候看到那个。别呢？他是不是有名字吧？是有名字啊，是写在家里。那有日期吗？16、17号，刚好那天没有空。这里写两个月的。两个月？七周？我们要问了哦。你们跟他那熟？还是你们？我做老爸的问这，他的个性能够去点干涉他吗？没办法。那是怎样嘛？怎样？怎样嘛？要什么怎么怎样？要怎样啊？放我东西干嘛？好了，叫我们可以。如果想开始要讲，他说，他跟我，他讲，哎，那个什么，你觉得你觉得要信这种东西？他说那有超音波。你相信？我没有信什么啦，你家庭你在干嘛？说话直爽不做作的艺人强强 ，YouTube 频道拥有55万的订阅数。近日，他在频道上传一支骗爸爸自己怀孕的影片，影片中爸爸真实温暖的反应全被拍下，让不少观众看完后直呼真的是个很好的爸爸。不知道他是会高兴还是会更生气？应该是更生气。会不会很开心？他是未婚生，那就跟他说这个已经要拿掉了。好，那我们一开始先发现你的烟雾吧。那就这样了。哦，在上面。哎，这个是我的样子。太明显了。啊，这是什么呀？什么事啊？我们在找他的东西的时候看到那个放签证的是吧？谁？就签证的包包。谁呢？他是不是有名字吧？是有名字啊，是写在家里。那有日期吗？16、17号，刚好那天没有空。他去雷射阴道的那一天，我起鸡皮疙瘩哎！他有跟你说过？不会。你觉得是男的还是女的？你觉得？冻结。他说你要看他，他去验查。应该是验的那个照片。这是什么？应该是验孕棒。所以上面有他的尿。对。这里写两个月的。两个月？七周。你们去越南的时候。他那时候好像有一天自己的行程。看看你为什么站在那边？你也看底下的，你看的。那妮妮也有。不是的。我倒是有个。那这样，那等他回来，他有那个来吗？我跟都没有。我跟也没有，你跟有吗？上一次是什么时候？去泰国那时候还有拍吗？对啊，好像那之后就没了。应该不是他的啊，可是他上面写林佳妮。对啊，等下会很尴尬。我们要问他啊。是你们跟他那熟？还是你们？我做老爸的问这，那是你的呀？我忘我怎做决定。你都随便他了，对？对啊。那如果他说他要跟那个小孩子爸爸结婚呢？那也是他的事啊。你都同意？都同意啊。我有办法去改干涉他们什么吗？不能。对啊。他的个性能够去干涉他吗？没办法。如果他真的要生，我们就有一个小朋友。可他叫他工作怎么办？不好做，容易疼吗？那你看你怎么？我送出去啊！哇哥，你忘了你们起来干嘛？还是你有给我们钱？没了。他比较不会凶你。我怕他失控。不会，他要回来了。你等到直播，你们多还大？你要回回庄吗？拿直播回庄我。我跟。那我叫小云来房间里来找我啊。看完那种东西，就刚好看到。我也只是放东西，你就不一定是我的，很奇怪。上面写你的名字啊，那就不一定是我的啊，而且谁说你们可以碰我东西？不敢出去，我全家。
他说很贵，生气。生气，生气。是我的，可是我就想说，不知道你要不要讲。那时候刚好有一天，什么啦？他生气。他跟那个不一样。今天直播。今天直播。他没有要给人家奖金哦。哎呀，有没有？大家都好严肃。他拿那个东西。超音波。哦，超音波，超音波。光大。哦，那可以。如果有什么事情提醒你就好，提醒是好事。好，我这个人很明理的。通勤商，吃鸡子，要等到几点啊？9:40就出发了。这样领导今晚刚刚开会，我给他听听我微信。你在担心什么东西？怕没工作。为什么怕没工作？因为怕有小孩就。我们有安排就是高空弹跳气候，他高空弹跳会不能。哦，他们都好意。那谁说你不好了？我们只是帮你整理。嗯。要怎样了？怎么了？你要怎样？什么东西啊？没有。想怎样嘛？怎样？怎样嘛？要怎样啊？放我东西干嘛？你没有想说的。突然拿我东西的。然后就看到这个，看这个超音波。你们就怎样？拿超音波是我的，啊？爸爸叫我跟你。因为我现在是爱狗，他说哎、欸，他跟我他讲哎、欸，那什么？你觉得你觉得你相信这种东西？他说那有超音波。你相信？我没有信什么啦，你家庭你在干嘛？我是说。他们都是很好的，他们就是很关心你，他们都不敢起来在那边在等你啊。我说什么事啊？你给我拿几天的？刚刚拿出来而已啊。他们没跟我求证。没关系，自己家人嘛，要弄到大家都紧张干什么？那样子要怕没工作。他们就怕说蒋翔怀孕的时候他没工作了，担心说蒋翔结婚了。我什么时候说我要结婚？啊？这个东西我是不确定，但是你们现在。包考有点头晕，怕我等下晕倒。看一下会不会吐？你要去检查一下。不用，我他就这样啊。我自己的事也跟你们没有关系啊。为什么要这样？我们只是担心你。我是不懂为什么要乱拿我的东西。你没有什么你的东西。这个东西我是蛮忌讳的。平常他就东西都是帮你拿。放在那工程师袋里面，他别人不会碰到的。他们在整理东西呀、啊，有什么问题他一定要提出来讲啊，跟老板讲这个设备有什么不对的啊，还找不到像这种员工，麻烦了。人家大家都很关心你，对不对？他乱拿我东西，我现在这件事我没有办法能接受了。东西拿走，为什么要这样弄我东西？我不懂了。你在整理东西。他刚加拿大拿东西出来了吗？那时候看到，哎，这怎么有这个什么超音波的这个？你是怎样跟人家一起弄，是不是还是怎样？我没有啦，你们怎么扯到这个扯什么东西、啊？这个东西我自己会除掉，好吗 ？OK 啦，那就没事了。对，是担心说你长瘤还是什么东西？我今天就要长肿瘤了啦，会不会自己想办法解决的啦？我就要长肿瘤要做化疗了，我也会自己一个人撑住的啦。差不多你也知道差不多嘛，就差不多很卖力啊，都很聪明的，对不对？还是我们要去车行？哪个车行？你的车行。什么时候去？他生的时候。我自己会找他去掉，不用你们担心好吗？也不会没有工作。你想太多了，还有去车行。这东登，坐。要休息一下，太辛苦了。有时候，因为晚上有时候睡觉的时候不能呼吸。没有嘞。那我们呼吸要怎么弄？我呼吸没问题。他说不会，之后大肚子的时候不能呼吸。不会啦，大肚子不能呼吸。要做检测。要检测。检测什么？你到底在干嘛？好了，我是骗你的。骗我对不对？你们在什么？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来整我了？你好急。
久哦。干嘛还这么快就那个？我以为你说，我说是让你跟他讲。我是老实人啊，你看我这都站在你们这边，你看你们怎么这样等我啦？爸爸有吓到吗？我也没有什么吓到不吓到，我是说不管怎么样都要跟你讲清楚。那你们弄到这样，你们就自己都很尴尬，我这怎么办呢？哎呀，真的是哦。我对你们也不好意思，木成这个样子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。哦，看你这个样子，真的我要怎么办？木成都真这样子没工作，我想，哎呀，可以叫狐狸来，你们弄到这样子后，你杀戏也戏我，然后等我一个人。好啦，二诊成功。这样子成功，你就给我给我弄烂了，都还没有到那个时候。哦，应该是等候。所以你不相信是越南男模的？不可能，喜欢乌龟不啦，他不可能水准那么差的啦。水准那么差。他那么聪明伶俐，他做什么事情他有办法去判断，他都几岁了，我有办法去左右他吗？对不对？阿弟很担心。我这样子啊。对啊。怎么了？所以他健康。对啊，我怕老板怎样，我知道他心说不好啊。不要再整我这个善良人了、啊。我刚才一直都装的，你们大家都很无辜啊，弄到这样子，我该怎么办呢、啊？哎、啊，那你有觉得强强刚刚是在嘴硬，不想承认那是小孩？我觉得这种情形哦很尴尬。你如果说家里有怀孕，那你跟家里这样讲，他面子搭不下了。对，我在那边缓和你们的气氛，你们都是怀孕，我说也许那是肿瘤，这是我自己加上去的，让他就下得了台。这样眼瘫是正常的，如果眼瘫过的话，你就会觉得假的。对吧，演到真的像真的一样啊，演到很尴尬、啊，看到大家都好可怜哦。最可怜的是你。我说哎呦，中到十一点，等一下给人家要车马费啊。你从这点看，我个性是很善良。你们很会演戏啊，我个人跟你们加价一个500块。我们今天的通告费。我们今天的通告。可是上次是你整他，这次换他整。我也不敢真的整，你要快点找到我，我真的整不下去。你们这样比我狠，我怕他会生气。不会，太孤立我了，我不会生气。怕你大发雷霆，不可能。开这什么玩笑？我不可能，他不可能。我疼你们都来不及了，怎么可能跟你们生气？我保护你们都来不及了，跟你们生气？你们再怎么整我，我也不会生气。一听没有让我这么低了。所以跟我在相处就很好玩，吓死！有缘分才在一起啊，对不对？这样就可以生气啊，那成不了大事啊。